大家好，此专题名称为数位互动师之复健辅具，针对中风后患有肢体无力或姿势控制能力变差的患者，本团队想借此专题来探讨如何协助患者重新找回重心控制的能力。现在跟各位介绍此专题的作动原理。当施加压力在两个自适感测器上，借由 Arduino 程式测出施加压力的数值，再借由 processing 的程式来以把数值以图形化来呈现。当施加压力在左边时，图形会往左移动；当施力平均的时候，图形会在中间。现在跟各位介绍此专题的作动原理。当施加压力在两个自适感测器上，借由 Arduino 程式测出施加压力的数值，再借由 processing 的程式来以把数值以图形化来呈现。当施加压力在左边时，图形会往左移动；当施力平均的时候，图形会在中间。这个换算出的压力值图形化，实际操作来给各位看。当每施加压力在自适感测器上时，图形会显示在中心点。然后现在请一位同学来，各位同学的重心是往他的右侧，所以图形会在右侧这边。当他往左边移动的时候，这图形就会跟着靠他的左边移动。当他坐稳的时候，当这位同学坐姿端正的时候，他的重心是在中间，所以这颗圆球就不会往左右移动，以显示他坐姿是端正的。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。